能啊？太奇怪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学姐，原谅我吧。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没想到学姐反应会这么大。你装干嘛那么逼真呢、啊？难怪学姐会被你吓到。哎，说逼真的是你，现在要嫌我太逼真，学长你很难搞哎。林安，学姐，对不起啦，都是我的错。奇怪，当天跑去哪儿？胆小鬼，不知道躲哪去了，快去找他吧。学姐，没事了，我跟上。文耀，文耀，会不会回房间了？学长很快就回来，赞哦。学长说他在研究室啦。啊嘞，奇怪，这么晚去研究室干嘛？学长都快毕业了，还这么勤劳哦。一定有诈。不过没差，我们这边准备更齐全，要玩才不会玩输他。走。哦。我看你还可以嚣张多久。今晚晨星会。